有那个产生，然后呢最后会有删除，然后并且的话呢哈，可以在枢纽分析自动化里面再加上图哦。那图部分的话，就是它可能就是产生一个，然后在旁边画一个，产生一个再画一个。那这个画这个图啊，也是用录制的，那你把它补在后面去就好了。那因为这个程式，我想应该也不算太复杂啊，你们可以参考那个46页的部分啊，请各位自行再把它补一下。但是补的部分可能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我是把枢纽分析图放在这边啊。那其中的话，我这边是 A1， 因为我这边显示，因为我最后是把它放在 A1， 枢纽分析图是从 A1 开始放。那枢纽分析表它内部预设是 A3 哦，如果你没有改的话，你可能要把那个程式哈、哦、改成 A3 哦，否则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图会出不来啊，它一定要放在有枢纽分析表那个地方才能画出那个图哈、哦。那图部分也可以改了哈、哦，你也可以自己再做一些变化出来哈、哦。所以这一题大概就先到这里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再来看有关那个外部资料怎么样汇入到 Excel 里面啊。所以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47页的部分啊，47页。那47页里面的话，大概就是我们有一些资料哈，不过是在外部。那我们可以透过那个 Excel 帮我把它汇进来。那里面大家一般比较常见的，可能像什么 SS 的资料。或者像那个 TST 的纯文字资料哈、哦，那怎么样快速的把它整合到我们的那个Excel 里面哈、哦？那第一个呢，我们可以开启那个范例档案，里面的话呢哈、哦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范例档哈、哦，这里面的话，请各位开启那个这边有逗号，另外的话还有个资料库 SS 资料库，那有一个 Poda 哈、哦，就把它打开了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个的话是。里面哈，那你现在看不到那里面的那个分隔符号，这里面是用 Tab 键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今天用 Excel 来开的话，首先第一个，请各位开启一个 Excel 空白的。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那个外部资料汇进来的话，其实几个方法了哈，你可以用那个开启旧档的方式，它是可以开启的。不过开启旧档的话哈，它变成说要把这边改成那个什么了。改成 TST，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文字档案，那它的副档名就是 TST。 好，不过这个方法我导也是可以的，不过我比较不推荐，我比较推荐第二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就是说哦，干脆我们直接用什么了，用那个资料里面有一个第二个方法，就是资料里面哦有一个叫从文字档这个选项。哎，不过还是有问题，就是那个如果太旧的版本哦，可能没有这个功能。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，那你可能只能用开启旧档哈。那我们怎么样呢？第一个哈、哦，从文字档，那再来的话跟他讲说哦，我那个档案哦是放在我的桌面上面。桌面上面的话呢哈、哦，我们找到那个我们的进阶的范例档案里面。那这边的话总共会有一个逗号了哈，那请各位先开逗号这个好了哈，就是 product 逗号。那打开之后的话哈，这个时候它会先帮你开那个所谓的那个资料剖析。其实这个部分呢跟那个资料剖析里面的功能还蛮像的，因为里面哈可能会有一些分隔符号，但是还没解决分隔符号之前呢，会要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乱码的问题。因为它打开之后，它没有办法辨识说，哎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编码方式？里面全部变乱码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直接用越南文给你编码，那怎么办呢？请你找到正确的编码方式。那里面各位可以找那个，应该是 Big Five 吧，哈，台湾的那个 Big Five， 或者是说呢，哈，你可以找那个 ANSI 都可以，两个方法。它的位置在哪里呢？里面的话，你可以找一下那个。台湾，哎，不过台湾里面好几个啊，你可能好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哦，哦，其中的话呢，哎，特别注意这边也有个台湾，但是你会发现哦，你即便点了那个台湾的，它以为是乱码哦，所以记得哦，这个地方的话不是点那个台湾，那记得就是要点那个繁体中文啊，有没有繁体中文里面的话还要选对啊，哈、哦，哇，这里面非常多哈、哦，里面的话记得选那个繁体中文。里面有个叫什么 Big Five，Big 五的这个啦，哦 ，Big 五这个，基本上应该才不会是乱码。OK， 你会发现哦，你找错的话，而且这么清单里面这么多哈、哦，还不能选错啊、哦，所以记得哦，繁体中文 Big Five，
哦，才会是正确的编码方式啊。但是呢，哈，因为 Excel 2010哦，还是用 Big File， 可是新的版本哦，到2016的话，它已经用 Unicode 了，用万国码了，哦，所以新的版本大概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哦，可能不见得是用这个 Big File 的编码哈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选到那个 Big File 之后，下一步 ，OK， 下一步之后的话，跟他讲说啊，你这边的分格符号是哪一种？那因为刚好我们里面是逗点，所以你就把逗点打勾，按下一步。下一步之后的话呢，他会问你说啊，里面的格式是哪一些啊？你要不要调整一下？不过通常啊，我建议就不用调，除非说呢，这边有很多栏位，有一些栏位你不要汇入。像哪些栏位呢？假如说哦，这个地区好了，比如说你这个地区不要，你就不汇入此栏，它将来这一栏就不见了。啊，不过通常我如果全部都要了，你就不要去变动。假如说你哪一栏不要，你就不会入此栏。好，啊，那按完成就好了。他会问你说，哎，你这个资料要放在哪里啊？那我就放在工作表一里面的 A1 储存格，按确定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他就帮我把它正确的汇入进来了。哈，那两个方法了哈，我比较推荐第二个方法，资料里面的从文字档。好。或者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啊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那个开启座档里面哈，开启座档里面你也可以找一下这个，不过你可能要变更一下那个文字档啊，然后也是一样去哪边找，去你要找的那个位置。那不过它的做法好像蛮多是类似像刚刚那样类似，也会遇到什么呢？遇到就是说你要用哪一种分格符号哈。好，那我们用这个方式先把资料汇进来。那汇进来之后的话呢哈，你可以看到 Ctrl 向下。这边的话呢，总共会有761列，减掉一，刚好是760笔的记录。里面的话呢，就是包含什么呢？包含那个每一笔订单，它订的数量跟订的单价。好，哦，哎，不过会有个问题，就是它有数量有单价，但是就没有销售额。啊，所以哈，哦，如果未来你要统计什么，统计这些所有产品里面的销售额的话，那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没有这个栏位。那没有这个栏位怎么办呢？我是建议啦，你干脆自己先加一下，不然的话你到时候没有办法统计。好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你接下来的话，请各位就是在最后 I 栏的地方哈，先新增一个什么销售额 ，OK 哈。然后呢，销售额其实就是等于什么？等于那个数量。乘以，好，哦，乘这个 star，OK，okay， 乘以单价，打个勾 ，OK， 好，向下填满。另外的话，哈，哎，如果你今天要统计什么，像后面我们这边有一个统计2005年到2010年的什么呢？销售记录制作出报表。那问题来了，你年度的话只有哪一天年月日？这 OK 了吗？好，哦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如果你少一个年度的话，其实你有几个方法可以用群组，就是群组部分的话，就是它可以帮你按照年去做群组，但是哈，有的时候反而我是觉得不见得方便啦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哈缺哪一栏，请你记得你就先把那一栏先准备好，因为枢纽分析表是这样啦，枢纽分析表就是你有那一栏，你就可以做出那个分析，如果没有那一栏，你就做不出来嘛。好，所以道理很简单，就是如果假如后面呢我们要分析的是年的话，那你可以在后面加上什么一个年度好了 ，OK， 好，哪一年？错了，年。那问题来了，你怎么取这个出货日期的年？哦，你可以什么插入那个函数里面嘛？这边当然一样是用日期时间里面的什么呢？义尔函数嘛，对哈，你就把义尔函数找到。然后跟他讲说，哦，这个日期里面你只帮我把那个年的部分带过来，其他东西不要， OK， 按确定，那向下填满。哎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帮我把每个年度，哎，所以他按照顺序排，哎，好像刚好就按照那个按照每一年哦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就是订单的里面内容详细资料都在这里啊，也就是说这边有760笔订单，里面的话呢，分别就是记载什么客户啊，谁哪个客户，然后交货的地点在哪边交货，然后卖什么产品的类型，另外品名啊，然后型号啦，数量乘以单价就是销售额，
那如果说今天呢，我希望统计什么哈、哦？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第48页吧哈、哦，2005年到2011年的报表。那最后我希望看到结果就是长得像49页好了哈、哦。比如说我今天49页部分的话，哦，那这部分的话该怎么做？哦，哎，各位可以想想看。哦啊，刚刚第一个哦，请各位先从那个外部哈、哦，从Web先试试看。另外，如果说我今天哦，除了说从 Web 之外，你可以切到工作表二，你也可以试试看从 Access， 因为刚好我们有个 Access 资料库啊、哦。不过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？也是我是放桌面的啊、哦，你们可以找一下你们范例档里面会有个 Access 资料库哦。啊，你也可以啊，从那个 Access 里面捞资料。其实 Access 跟 Excel 里面资料哈、哦，基本上是互相可以相通的。哦，他问你说，哎，你要汇入到哪里？哦，我要汇入到表格，哦，或者是枢纽分析表。不过一般是先汇到 Excel， 再去做后续的处理。哦，所以你按确定，他一样的话呢，会帮你把什么？哎 ，Access 里面所有东西捞过来。不过呢，哈、哦，你会发现 Access 资料捞过来之后的话，我把它Ctrl向下看看，哎，笔数一模一样。哦，对，因为只是资料交换的时候啦，一般习惯看输出什么。不过这几种资料形态、哦、都还蛮常见的、哦、所以第一个它已经帮我汇入，但是汇入的时候你会发现、哦、它跟 Access 最大不一样、哦、Access 其实还蛮阳春的，但是、没有跟着、文字档、哦、汇入其实是蛮阳春的画面，可是 Access 汇入的话、哦、它会直接给我们什么，给我们那个整个帮我已经格式化了，所以、哦、有的时候像我不喜欢这样，因为这格式化你可能到时候还要再把它拿掉，那你要怎么把它拿掉？其实上方会跟你讲说，其实它目前是一个表格哦，其实有一个 table 哦。OK， 那如果你要转回来的话，哦，这边有个什么转换为嘛，设计上方有个转换为范围。OK， 那范围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平常在用的啦，就是里面比较没有一些相关的那个资料库的设定，哦，可以把它转换回来哦，按确定。啊，上面那个箭头就消失了哦。OK， 那两个方法哈、哦，请各位试一下，就是我们可以从外部汇入档案哈、哦。我刚刚是用资料里面的从文字档，另外你也可以切到工作表二哈、哦，试试看用从 Access 啦哈、哦。啊，其他当然还有从 Web， 从 Web 就从网络啦，也就是说 Excel 也有资源啊、那个网络抓资料的这个功能。其实简单讲起来，就有点像网络爬虫哦，网络上的东西也可以把它爬下来，而且你也可以写个回圈，比如说你那边有100个网页的资料啦，你按个按键，全部都下载下来。哇，这部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其实在我的部落格教学里面也都有。常常比如说网络上一堆东西，你每天都要什么复制贴、复制贴、复制贴，太累了，你不如怎么样，从Web。他就从 Web 网页上帮你把那个你指定的那些网页通通帮你捞下来，捞到哪里，捞到 Excel 就好了。那你后续要再做其他的应用哦，就会比较简单哦。啊，这个我想很多人每天都会有这种需求了哈、哦，所以可以试试看哈、哦。至于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从 SQL Server 啦，从等等的，还有什么 Microsoft Query 哈、哦？那我想这些请各位稍微熟悉一下。那待会我们就是利用哈，我们干脆利用那个文字档，这个刚刚的纯文字档里面呢所产生的，总共有这几个栏位。那总共我们是 A 汇入的是 A 到 H， 那我增加两个栏位好了哈，销售额跟年度哈。那待会的话，我希望呢做出一个报表哈，在49页。另外呢，利用那个这个什么呢趋势图。做出50页的这个结果，好，那这个部分请各位先试一下，好，那待会我们再来看。